好像掉出了什么，这看起来像某种东西的碎片，先拿去给托姆士看看吧，也许他会有些头绪。 这是棘龙宫的碎片，捉在金河巨兽身上找到的。没想到碎片近在眼前，我们却一直没有发现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些光点开始跟碎片产生共鸣了。 你的起源之力，果然与我十分相似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回所有碎片，修复棘龙宫。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。
起金匣，拿起它。那是金匣。好孩子，我要奖励你。糟了，封印被解开了。人类，哼，去除掉他们。遵命，大人。这金匣该不会是金炼纯金石？卑贱的人类，去死！小心，他逃走了，追！别追，太危险了，先回去再说。